我们下飞机了，但是我好想厕所，我要赶快去找厕所。一出来的第一个厕所都是人，赶快找第二间厕所。我们刚刚去饭店寄放行李，然后现在要来找看看中午要吃什么。虽然现在已经两点了，有鸽子，有鸽子，有鸽子。你行李寄托，帮我，我帮你开门。化妆台，电视，两张单人床，然后这里有一个床身镜，然后衣柜，然后厕所，很小间。我们在前槽，然后我们来到雷门这边。我刚才讲话的时候，我朋友就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觉得我怪怪的。现在要走路去上野那边，因为才相隔一站而已，所以就想说边走边逛，然后慢慢过去，也顺便把就是附近的东西都稍微逛一下这样子。超多扭蛋的，扭蛋只有我朋友会比较疯狂而已。然后我忘记讲，我大概这次来日本的影片啊，我大概可能也是会两三天剪一，就是剪成一支影片。因为如果我一次把七天份的都剪好的话，我可能那个影片会剪得很长，然后又很久，所以大概可能会两天或三天把它剪成一支片，看那个内容。可是，然后其实我也会很怕，会不会就是两天也太长？因为毕竟是出来玩。终于走到了上野车站这边，然后要先去买一些，就先去逛药妆店，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再去看一些，可能买一些明天早上可能会吃的东西。对，然后我现在右手背着包包，然后又要拿相机，我现在手很酸，然后所以可能会不自觉的一直手往下。买完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啦，就是外面的街道。那今天应该就是到这里了，那再来就是看明天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明天见啦。这是晚上的雷门。
早上人太多，太难拍照，然后因为刚好住在雷门附近，所以就想说可以再来，然后拍几张晚上的照片。就是晚上比较里面这边的样子，然后其实现在晚上九点多还是有点灯的，所以而且人也比较少，这才是重点，这样比较好拍照。现在是第二天，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厨房去市集。所以我朋友又很尴尬的又转回来看我，然后笑了我一下，然后有一个人他硬要偷拍别人的背影，然后好像温度我还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有穿外套了，因为我怕等下午去那个美那个什么去看展的时候啊会太冷，所以就决定还是穿个外套。外套是跟昨天一样，然后我今天里面是穿一件洋装。那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再给大家看今天的穿搭。那等会见啦。我们到了，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市集。它这比较多是在卖小农啊，或者是面包类之类的，比较不是古着那类。美术馆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拍影片，里面应该就没办法拍影片给大家看，那就 等一下看一下他们的美术馆外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再拍给大家看。等会见。这台计程车颜色好可爱，超级可爱，他们的。啊，终于到了，走了好久的路，原本以为只有走一下下，但我也觉得久是因为。整个的路有些一直在上坡、走楼梯之类的。他刚刚有说这个馆内的可以拍照，所以我就可以录给大家看啦。Thank you.
刚把就是拿了印章，然后盖了就是一些新闻纸，然后我乱跳，然后所以等一下我去外面的时候才会再认真翻译，看看这些形容词是什么，然后再来在下面做哪一只昆虫。我刚刚查完之后啊，后来我还是觉得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决定就是自己拼一只就好了。纸扎它可能很厉害，男的啊，然后毛毛的，所以我就把它画一些毛毛的，然后很多颜色，很多触须这样子。学了手，带回去做纪念，带回去做纪念。画了，不是把名字遮起来，名字遮起来都可能来不及了，入境的，把它遮起来。然后还有一个正在创作中的，嗯，来大个便。大个便。为什么吃拉面会没有汤匙？然后看到你的碗汤匙没有？漫长的路。不知道要排多久。这里很多蝴蝶，然后他说每个时段进来，可能每个空间的样子又不一样。之后它就会出现在，它这次出现在地上，非常快速的画好，再拿去扫。Write on white paper, hard to see.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来到台场这边来准备要吃饭，然后等一下旁边，我们刚刚看旁边那边很漂亮，想说可大家吃饱可以去那边逛一逛。参观完了，好累，脚好酸哦。那今天的话，应该就是到这边。我们等一下照法来讲，应该是回饭店啊。那如果我还有其他的，我再补上来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拜。